来老兄啊，那个这两天到点工具啊，东城九寸的电压具，还有一个九寸的无刷的，九寸的无刷的电压具，电锤，东城的单用电锤、双用电锤，这回到了不少，这回到了太多了，还有这个东城的电镐，还有一个博士的这个二三的轻锤。有想要成色好的老铁啊，以前老是有跟我要这成色好的这个，我也找不到你们了，谁要谁联系我。还有这个，还有两博士的钻，13RE，还有一个6RE，一个13RE，6RE。没关注的老铁先点点关注吧，今天晚上再看吧，再定吧，应该是播不了了。这两天都在劈棒子，劈棒子，有点累。没关注的点点关注。